戏外之人往往入戏最深，所以卸下面具的才是主角。你的呼吸，你的温度都在告诉我，从身体开出的花从来不止这一朵。你的身体有些紧张，是在害怕我发现什么吗？我想你已经准备好了承担后果，对吗？所谓的时代浮沉，不过只是一个又一个选择而已。这十里洋场还没有人不认识我查理斯。你以为被困住的人是我，殊不知你才是那只笼中之鸟。无论你逃到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，然后抓住你。我只是来拿你答应给我的东西，为什么要躲？我赌你不会开枪，如果你输了，就向我袒露你的一切吧。